大家好，我是九九。我上山呢采了很多竹笋，这个竹笋呢放了两天都放腌了，今天我准备把它来做来吃。我们先给它剥一下，还可以的。哎呦，把这个清洗一下，这天气闷热，这放了就放黄了。我们给它切切切就可以了。这一切起来还挺多的，一块肉，还是肥瘦分开。切下了肥肉，今天我配的色子比较少，一点色子，加点老抽。现在我们下入这个笋子，油辣椒，下入盐，现在我们出锅，还没吃香气就扑过来了，来，咱俩一起吃啊，来。今天做的这道呢，水竹笋炒肉呢，我觉得吃出了羊肉串的味道，香香的。虽然这个竹笋呢被我放腌了两天，但是它的味道呢从未改变过。